他心地善良，舅舅老三秋。其实他很顾家，很热情。他从一个被帮助的角色，慢慢的他的力量茁壮了，很喜欢帮助人家。我叫惠淑娟，我来自印尼，我在台湾15年了。我除了工作以外，我还做义工，做义工让我觉得很快乐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四晚间9点，给您更多心与您的故事。